旅客们，如果你坐完金巴去到呢个船澳街落车嘅话咧，我今日想介绍一间餐厅俾大家。你喺船澳街落嘅车就会见到呢度有间 CTM， 然之后 CTM 斜对面就会见到呢一间西餐厅，叫做食谱 My Recipe。老板致力改革啊，呢间餐厅已经开咗有七年噶啦，近期再装修，约咗两个 Rosa 嘅校友 reunion 啊，一个就喺新加坡翻嚟，一个咧就系酒店行业嘅，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嚟食噶，听下佢嘅 comments。喂，好正喂，好正喂，好正唔到85蚊，有埋餐前小食，真系超抵食，好啊。好味啊，好开胃咯！一食完之后就觉得好 refreshing， 同个晚上都好好，冇错，好似啲酒店嗰啲，系啊，同埋真系好靓喎 ，presentation， 个条件可以加价。這個波波整得很漂亮，不捨得吃。他們覺得100元一個 set lunch 還要有湯、有飲品、有前菜，覺得超值，很開心。他出了一個 seasonal 的素食，立刻請個 chef 講解一下裡面有什麼特別蔬菜先。雞油菇、它本身是很黃色、鮮黃色的，煮完之後它就自己退了淡色，這個中間就是佛千年新鮮的牛肝排、一個的是很硬的 baby carrot 啦、手指很硬的，這個就是櫻桃蘿蔔仔、我喜歡吃這個、西蘭花的一種類的東西， 它中文是叫蘿蔔花椰菜，雖然它是椰菜，但它是、西蘭花的一種，很甜的、我很喜歡這個、配搭，因為即沒想到其實它是一個 vegetarian dish， 還有你是看到它是有很多不同的texture 啦，亦都顏色上面係好多層次，係啊，即係紅色呢啲粉咧，番茄皮，我哋烘乾咗佢，再打爛佢變成一個粉嚟嘅，邊個紅色粉啊？紅色個粉，菜汁咯，都係菠菜，你可以試咗完味先，之後到個飯你先淋落去嘅，係咪 seasonal？seasonal 全部都係 seasonal， 係啊，你見成套餐具咧，其實都係，係啊，令到呢度咧，我覺得唔似一個普通嘅 casual dining， 直頭一個 upscale dining， 可以 dating， 係啊，冇錯。地方咧其實係好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所以係啦，大家可以交流咯，想喺度搞 party 咧，一流。你覺得細路仔好啲定係大人？我覺得大人小朋友都得，但我就 target 可能我個女生日啦，基於咁啊。叫埋我，好，咁你要飛翻嚟喎。最後一道主菜就係咧紅蝦菠菜意粉，佢哋都好中意啊。咁我就一盡地主之誼，好開心，佢哋都好滿意啊。中有條片就 like share 啦，拜。